康，今天我们要学千岛娃娃。首先你们先拿出来千岛娃娃课本，然后你们开一下第十三页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学关于雨雨啊铺阵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看下面的图，你看在这里有什么呢？啊，在这里有一只小白兔，然后有青蛙，然后有小鸭。啊，还有谁呢？有一个小男孩，啊，他要回家，但是呢，突然下了大雨，所以他带着雨伞回家。来，现在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读他的短句。哗啦啦，下雨了。再一次，哗啦啦，下雨了。来，我们再读一遍喽。